到老总，我在夫妻里没什么特点，就是他妈有钱。我竟然在名钻赌场一掷千金，也有其他赌客要望着新轮盘的终极奖励目不转睛。哇塞，要是能够抽中这辆车就好了。不过我的想法却是，这辆车比我的那辆真的差远了。是的，一个每天开豪车豪赌的男人，压力真的好大。Can I help you, sir? 车很贵，小心点停。然而，如果你认为敖总是今天的男主角，你就错了。今天的泊车小哥才是真正的角儿。泊车小哥是我见过最敬业的 NPC， 无论你的车是破件还是名贵，他都能稳稳地帮你泊好。在那副憨厚的外表下，藏着敬业的事业心。而最可怕的事情，却是在一般情况下，你都根本看不到这位泊车小哥。是他上班迟到，还是因为 bug 没有刷出来？真相却始终令人触目惊心。在外国游戏直播里，大多数主播都会在进入赌场前顺手干掉这个可怜的泊车员，也许是因为他那件红色马甲太耀眼，你很难在人多的夫妻里看到他的生还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一个勤恳的基层打工人员要受到如此残酷的对待？如果赌场的老板在剥削他的劳动价值，那么夫妻的玩家就是在剥削他的生命。在他死前，一定受到了诸多令人发指的侮辱和虐待。看着空空的赌场接待台，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要站出来！我换上了泊车员的红马甲，要站在他生前站过的岗位上，替他扛住基层劳动的重担，替他承担本不属于他的凌辱。我也要亲身体会一下，究竟一个泊车员在死之前会遭遇哪些厄运。我在前台就位，等待玩家进场。一架蓝色超跑从赌场右侧驶入，这位玩家居然穿着睡衣就来了。也许是他刚刚起床没睡醒，亦或是他根本是在梦游，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进入了赌场。然而事实证明，这种情况非常少见。一个玩家站在前台接待这种奇景，在大多数情况都非常引人注目。一位身着特战队服的玩家从赌场出来，刚要离开就被我吸引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他到底是被我的盛世美颜所吸引，还是被我的别致造型所震撼？龟儿擦马屁！一位挂着面罩的女装大佬从赌场左侧跑入，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他到底是被我的盛世美颜所吸引，还是被我的别致造型所震撼？然后他就被其他玩家撞飞了。一次我在前台搞接待，有玩家躲避警察，慌不择路，直接把我撞飞。哦！然后被他遗弃的座驾竟然把我的接待的位置堵住，这他妈还要不要人上班啊？满面人也被我吸引了。跟老子抢饭碗！他掏出了消声手枪。是的，其实80%的情况下，我都无法生还。一位西装男从左边跑过来，对着我就是一阵狂射。另一位西装男从赌场输出来，他才输了钱，心情不是很好。他换上了金手指，第一拳居然打空了，第二拳直接把我带走。一辆黑色跑车也入场了，图标显示这位玩家杀戮成性，绝非善类。他居然赤手空拳把我活生生的殴打致死。然而不管我遭受怎样的不公，
我都要依然回到自己岗位前。大家也看到了，这就是泊车小哥的悲惨遭遇。而这些剥夺性命的遭遇其实算是走运了，你无法想象是一些令人发指的侮辱。远处的一位玩家掏出了手枪，但他并不想打死我，而是对着我的手臂打手枪，他想用点射的方式找点乐子。一架 24K 纯金坦克开了进来，坦克驾驶员将炮管对准了我来威胁我。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个草莓头，他竟然站到了我的接待台上，这是他妈想干哪样？他慢慢接近我的头部，并且打出了侮辱性字眼，他竟然要让我那个。然而最过分的是，这个草莓头竟然还想把我挤出我的岗位。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，但不能侮辱我的事业。就在他站在台前一瞬间，我突然站到了台上逆转攻势。不过他似乎很享受这种感觉。妨碍我俩兄弟办事儿，这不死哥们直接被我们打得躲进赌场。难道所有服务器的玩家都不正经？就没有人真正尊重我的工作？就没有人真正理解我的事业吗？真的没有人看到我的装扮来让我帮忙泊车吗？于是我主动向服务器发送我会帮忙停车的信息，果然一位玩家响应了我的信息，他开着犀牛坦克从赌场左侧进入，然后他说话了，让我帮忙泊停他的坦克。我小心翼翼地开着他的坦克停好。他很震惊，也很感谢，终于我帮助泊车小哥完成了他生前未尽的事业，也体会到人间仍有温情在。我回到赌场前台，发现新的泊车小哥竟然刷新出来了，一个泊车员倒下了，但千千万万个泊车员站起来了。然而本期视频最精彩的地方来了，有时候服务器出 bug 居然刷出两个一模一样的泊车员小哥，两个人都拥有着同样的姿势，撑着前方的物体，感觉看起来怪怪的。突然他们感觉到我的存在会对他们的工作产生竞争，于是哎呦，敢跟我们两兄弟抢工作，来吧，今天尝尝我的厉害。大哥，这种事情让小弟来帮你解决。大哥不好意思，你他妈没整理，听我解释，大哥不好意思，打老子，打老子！我闪，我躲。好了，该轮到我来收拾你了。然后获胜的那位小哥又继续打我，我突然心生一计，绕到一旁围观的那个玩家的背后。